Настя.叫 Настя。你叫什么？我十岁了。我十岁了。你好。你好。嗯，谢谢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小敏，你的桌子上有什么？小敏，我的桌子上有书、本子、笔盒。你有几本书？你有几支笔？小敏，我有三支笔。你的书包在哪儿？我的书包在椅子下边。我十二点十刻下课以后踢足球好吗？这是他的妹妹。现在几点？我去上课，再见。我爸爸妈妈的房间真是宽边边，我的房间在哥哥的房间旁边。和两家睡觉，在厨房边边专门房间。你看着是洗把椅子，在大石头对面，我的房间穿衣服，去学校。安如，你在我的房间做作业，不是？对。现在这样，我在我的房间听音乐，然后很静音，很干净一宿。有时候，我小狗来我的房间睡觉，我喜欢我的房间。再见。